来给你。哎，打碎我镯子啊！我这镯子1000来万，这全是监控，报警，别走啊！正确的做法。请记住，无论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地点，别人递给你手镯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手去接，以免造成不良商家的敲诈以及勒索。然而，正确的做法是，当手镯放在台面上，我们双手拿起，然后双指或者三指扣在上面，这样即便有人撞你，他也不会掉。你学会了吗？